是妞妈，我们今天要来就是这个流体画。它一盒里面有四个颜色，像这样子的。我们之前自己用亚克力颜料调，然后有的时候都不是很成功。然后它这个就是画在这个画板上面用的，就是专业的。这盒是这个像地球的颜色的流出来，然后这个是像这样子粉红色的，粉色系列。然后这个是比较接近刚刚的这个地球颜色的。这个是偏蓝，这是偏绿，金色、绿土色，就是比较宫廷色。马上用抽签方式，然后你有没有下载一个 app， 就是幸运转轮？我们已经设好了，因为它刚好有这个色号 A D D E， 然后这个第二季什么的，我们就把它讲作是第二。那我简单说，不简单是不。好，你那好来，牛牛抽中的会是什么颜色呢？我想要那个黄色的。你想要黄色的，那你抽到的会是什么颜色呢？黄色，黄色的是你想要的颜色，很想要这个粉色，我觉得很美，所以我想要粉色。好，拜托，拜托，粉色，粉色，粉色，会不会是我们想要的粉色呢？哎，真的耶，这两个都是我们想要的粉色，然后剩下两个地球色没有人选，那为什么两个颜色太像？当初要买呢？还是我们最后再来画它也可以，但是我们就一次画四张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，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用你想要的方法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子随机的滴上去，看你要怎么滴都行。然后我想要这样滴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这样一圈一圈的。我要先滴白色。干嘛学我儿？不白色。哦，它这是有封口的。底色。我们先把封口给撕开来，感觉不是很好撕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它这么多层？你撕太多层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对，你看我的纸撕掉，里面还有一层铝箔。那我觉得我要先把所有的颜料盖子都打开，因为我觉得一个盖子就这么难开的话，应该是全部都打开再一次倒会比较好，就像喝两乐多一样，把它直接挖下去就好。那就要开始喽。嗯。那我先倒白色。对。哦，我想要倒的是这样子，把它倒在正中间，滴滴滴滴滴滴滴。角落啊，太可怕了！你看，好美。那我再来倒，好美啊！你看，你给我喝咖啡。你太随意了吧？我在咖啡呀。你看，好美啊！你太豪迈了，真的太豪迈了！你看，你看我的，你看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呢，我的已经开始流过去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好舒压哦！我已经开始流了，我也要流了。哇，你的好夸张哦！哇，好舒压哦，好美哦！我的也好美耶。哇，这样子整个都流下去了！哇！你的好漂亮哦！蛋，这个是什么？中间一坨红色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虾米啊？血红素还是红细胞？我原本以为那样子可以很美的，结果这么流。你要越乱流越美。你要。乱流越美，你看我底下，我的底下也好美。那如果我这样子的很多一点一点的呢，会是变成怎样呢？你看，哎，这个点点还蛮均衡的哦，很像细胞哦，这个。而且你看它这个每一滴的，我的手，我爱 you， 也好美哦，你看，好可怕。你们认识，我觉得这样很舒压。啊，我的卫生纸掉下去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浅粉色都没有看见，所以我再倒一下，倒一下，那我来留一下咯，看看会变怎样。哦，哎呀，干嘛呀，我的妈呀，你这会变成紧急。
没有，这样子红色的范围越来越多了，真的很可怕。紧急紧急，呜紧急，哎呦，变成一幅红色的画嘞。一点一点的試試，它这个可不可以用那个笔啊，或者是什么去勾啊？我好想要试试看，这样子啊，好丑！我的妈呀，我的笔毁了啦！好像还可以啊。如果我在中间这样咻咻咻咻咻做的话呢，我想要试看看。来喽！哇，丑！咻咻，然后再把它留一下看看。你觉得呢？这样我比较美吗？没，留到后来变成一幅红色的画，然后我是一个土色的画。好，完成了，我不敢再变了，就这样子。看，哦，我是钢铁。刚刚一阵混乱，我们都打扫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清干净了。现在我们要来画这个，因为它这颜色非常像，所以我们就应该比较有个色覆感，因为颜色很接近。那我就这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画咯。我们一样先把它盖子都先打开。我的不是白，我是银白，然后你的是纯白。对，我想要先对把白色的当打底，就是像地球感的，我就用绕的。不一定哦。然后中间是海洋。你看我的。你看，这样有地球的感觉了哈。我觉得我可以开始倒了。你更随性。我开始流了。哦，很美哦，这次。我有预感，这次应该会蛮美的。好了，完成。你完成了，我的不要做，我也完成了，不要做地球的。哎，你的比较像一个细胞，哎，就是一点一点的细胞。然后我的图案感觉比较单调，你的图案又是感觉还蛮密度的。好，很快速的完成了。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幅。你可以在下面留一个妞妞说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一是牛妈的粉色细胞，二是牛妈的现在这个。三是妞妞的那个工地，第四个是这一个。对，然后我们把图案也放在这边，一二三四。然后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对，但是就是千万不要滴到地上或滴到身上，会蛮难清理的。这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赞助一下，订阅追踪 NFT， 就是跨牛巴 TV、牛巴 TV 和 NFT Family， 拜拜，天上见，见，拜拜。好可怕啊。你更随性。